好，另外玉里的定期大会11号是由许玉珠以及严玉坤代表进行质询。那么许玉珠表示，现在确诊者人数是攀升，提出要求希望公所针对确诊民众提供更多的宣导还有资讯。另外严玉坤则是要求道路的标线一定要清楚。确诊人数飙破新高，不时就会听闻身边认识的人确诊，可能是隔壁邻居，还会是某同事确诊。面对身边出现确诊者的时候，在卫生局联系以前，这时候能够怎么自主应变呢？玉里镇民代表徐玉珠在定期大会上质询玉里镇公所，提出要求，希望公所能够多多大力宣导这方面的资讯，让镇民知道，不然他们一直打卫生局，也不知道怎么去接嘛，有时候都不通，束手无策的时候，我也希望这个宣传能够让玉里镇民都能够，大家都能知道，不要只限于我在咨询的时间哦。一条是888-7485是我们的专线，另外一支呢是888-3166分机171是我们民政科的那个门号的线路了哈。那假日部分，我们是有提供0920-168-950，那提供民众来做一个洽询的一个工作。另外，严玉坤表示，玉里镇上还是可以看到道路上的白线、红线都标示不清楚，甚至是连路标的标线都没有，让人看傻眼。就特别要求公所道路的标线一定要标示清楚。有标线的，有柏油的，我们把它赶快哦。针对路的部分，危险性不大比较大的部分，针对路小巷子，我们可以暂时先，我们先不针对路，看多条路，让兵冲走。公所回复表示，会后一定会依照代表的要求跟建议进行讨论，在最短的时间内处理完毕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